三连放，连放，乐辉短剑下弓弹这一款玩具呢，性能和品质不同于普通的水弹枪，我们看一下，质量非常的好。拉栓呢可以打开炮壳窗，细节还原度比较高。拉栓呢同时伴有鱼弓弹，可以提前上膛避免空枪。手电呢做工也非常的精美，火帽拿掉可以更换为消音器，非常霸气的消音器。弹匣呢容量为260发，发射的为水晶弹，可以直接捏碎，注意一定要佩戴护目镜。打开两个螺丝呢可以快速更换弹簧，这里是电池仓部位，后托可以折叠，可以伸缩，配送的有后托转接，可以安装背带和通用其他的后托。这里呢是总开关，开关是可以左右联动，向上是关闭。